作为一名宠物演员经理人，每天都要和猫、孩子还有酒店打交道。长期住过酒店的人都会知道我现在的心情，衣服很难干，而且容易发霉异味，所以我干脆直接搞了台风干机。不得不说，用了下来体验真香。妈呀，你就是在给我找麻烦。不过我现在有了脱毛线风干机神器，我再也不怕你了。我现在在打房拍戏咯，拍完戏回来我再收拾你留下的垃圾。大王，我们走了，下午回来洗衣服和床单。好了，我打算拉个屎去，今天在山林里面拍。哎呀，大胆车！开了开了开了！哈哈哈！嗯，好狗，两个好狗。两个好狗。内涵的，啊。还不好意思吗？你气啥干嘛？大黄。完了，真是。好，给点嘛，给点嘛！哎呀，真是！别咬了我的手啊，亲爱的。不会的，不会的。爽、啊。咬中间，对。好。转一圈，转一圈，对。转一圈，对，往那边转，往那边转去。别转我。好，转，往那转，去那边，去那边，对，好。好，再转圈，再转一圈。再转转一下，对，好。你让他给我。好，去啊，给他。哟，来不及了。进来，大黄。大熊，坚持了，可以了。大黄，快点点，进去，进去。干嘛呀，你把猫弄得哪都是，每天都要不停地用滚子给衣物滚毛，你知不知道？你们看，这个像洗衣机的风干机在哪里都可以用，而且可以深层过滤除菌毛屑，家里养宠物的福音哦，同时又符合南方超热环境。启动电源，选择智能开关，然后按启动就可以了，就这么简单。这个机器啊，运转时可以1:1正反转啊，能够防止衣服抱团缠绕产生的皱褶啊，对于我这种喜欢偷懒的人啊，特别有好处。最主要的，整天在酒店里洗衣服，就喜欢快速干，又可以清除螨虫，真好。好，一起坐立啊，坐立，他们坐立，好，坐立，好，坐立，好棒，停，好，握手，干嘛？来，握手一个，好，大黄握手，好，叫一个，啊，真帅，好吧，来跳，好，大黄跳一个，跟我跳一个，好，来大黄这边来，好，坐下。快结束的时候会有时间显示。智能化会根据你的衣服来确定风干时间啊。现在我们就烘干了，你们看看啊。我们拿出床单，哇，很棒，好漂亮。看衣服是不是很平整，对不对？看一点都没有打折的问题啊、哦！关键上面的毛毛也没了，我的猫毛你们看了吗？没毛，没毛了吧？非常棒啊、哦！干爸，你干啥呀？好，上去，上去袋子去，上去，上去袋子去。好，南方的天气比较潮啊，平时啊潮的衣服可以放里面一起给搅一搅就行了啊，这样穿起来比较干爽一点。
大家别忘了啊，过节要清理一下过滤网啊，这里面有四层过滤。这么打开啊，这么一掰就开了啊，看所有的脏东西都在里面，毛啊、脏物、垃圾全在里面啊，看看干净不干净，是不是？为什么说这东西就是很好的清理东清理功能呢？对不对？还有一个东西要清理一下啊，就在这里面啊，往外掰一下就拿出来了啊，看没有？啊，别进了，里面还有是不是还有温度呢？哈，好吧，啊，听话。咦，看到了。